看我们几天没上山，这草长这么老高了，到我大腿了，满屏的护眼绿。看我的视频可以保护眼睛哟。猴子腿儿，我的猴子腿儿，早点看有没有抡的胡萝卜号了，还想再包点包子吃。对，胡萝卜号包包饺子、包包子，那叫一绝，多好吃。这是大栗子，好吗？对。这玩意儿可粘人了，粘身上都薅都薅不掉。妈，大栗子是干嘛的？你瞅。做那个，你瞧瞧瞧，做那个润滑油的，这个大栗子那个什么，做润滑油，就是、对，他们收了去提炼做油，做一种叫润滑油是叫什么？嗯，你看它太烦人了，带倒钩粘人。你看，你非得摸一手。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个哈，要是有耗子洞，血耗子洞可好了，耗子就不敢弄它，因为它扎是身上，对，粘一身，一粘一身。看，给网友们看一下这是啥，这个是具体怎么叫，反正我们叫酸树板还是叫酸楚板的，可以吃，酸酸溜溜的，长得像不像那个三叶草，但是这个是直接可以吃的，这个东西酸酸溜溜，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，小的时候我们可爱吃这东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树干呢，要是人家那能叫酸树干。呀，但是你看它梗酸，但是它的叶应该是甜的。嗯，叶反正也不太酸。叶这个酸还可以忍受吧，但这个杆不行。嗯，这酸，哎呀妈。来妈，给你个好吃的呢。来，叶儿没有多酸。哎，这玩意儿好吃，这是年轻时候上山的。再吃一个，吃一个酸楚板啊，来，好吃。吃。哎，确实有点酸。我还以为你能挺住呢。啊。我吃这个小。这个小的就没有多酸，然后那个大的叶大的那个梗就特别酸。然后这口水都出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山上的一种有名的毒草，就是它为啥有毒呢？就是蛰人，我们管它叫蛰麻子，就是你用肉用手一碰到它，它身上带刺儿。这刺儿扎你手上，然后你就起一整片一整片红色的那种小疙瘩，又疼又痒。你看它长得，它就稀奇古怪的，它就不稀罕人，不招人稀罕。哎呀，猴子腿儿，这还有。我这有啊，看这猴子腿儿，多新鲜！在哪呢？还有水蕨菜。看水蕨菜。那个绿色的猴腿儿。嗯。
看水蕨这个猴腿它俩长得好像啊。水蕨是透明。嗯。这个绿色猴腿它不透明。那有透明也没透明啊。你看这个颜色就像透明似的，它这是这种。你看这个就是水蕨菜，然后这个就是绿猴子腿儿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分不太清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不光采那啥。看看这个水蕨菜，哎，还长得呢。嗯，别往下啊，这折麻了。折麻了，我看着看我妈拿的大木梗的，嗯，山上都是。看这山上，大叶的这个，这一小片儿，全是。看这个是水桃，春天里的百花蜜，就有它的蜜在里面。这个大树。看这一大颗水桃，可惜了啊，都老了呀。看这个胡萝卜好开花了，老了。看我们来晚了，前两天就一直下雨，完了要是不下雨的话就看看风的，抽空整整棚的，然后今天来老了，只能卡一点这个胡萝卜号的叶，然后用那个开水大炸一炸，一撂，反正也能吃。林峰，弄多少了？没有多少啊。走吧，够了。那些掺和掺和，估计吃一顿是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走吧。来晚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没有多少了。来年再吃了。来年再吃了，对。